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废话不多说 ，fight！ 哎呀，不要被抓！哦，他是会分身的爆炸，真痛苦，不过太恐怖，不要上去，不要靠！那要特别小心。OK， 现在很多人在撞你，会。よし皆さんおはよう日本語大好き、欸、欢迎来到知破的崩坏学院时间，然后我是哲平、欸、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12-3关卡咯，我们上一次挑战的是我们12-2关卡，就是很多那鬼舞弓箭手女孩啦、欸、也发现这个关卡很窄，然后现在也多了一些陷阱之类的，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咯。那我们二话不多说，我们来挑战我们的12-3关卡吧。绝密报告上要是一个，而且这次关卡应该是双鬼火弓箭女孩输到哦，因为她这个图片是双鬼火弓箭女孩的。好，就是这很窄，然后又会多一些陷阱出来，慢慢后面马上多陷阱出来了，真的是有够恐怖，有够恶心，有够恶心的。好，这关呢，看来就是也加入了很多那个妹妹们哦，说爆炸娘啦，还有那个。双鬼，还有个弓箭手女孩啦，还有摩托车双带啊，所以哦，好混乱，好累个，我这样怎么玩下去呢？我这样该怎么玩下去呢？我这样真的可以玩下去吗？没关系，凭着意志力也要破关。其实如果手机性能好的话，其实是不会碰到这种问题，因为这我是开那个，录影城市，所以才有这种麻烦。然后第一只精怪出现是我们的鬼火弓箭手女孩，她佩戴的是推推效果 and 加速效果，然后对不起，太快就把她一起去吃便当，不是我的错。哇、哦，好乱，又乱又累个，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累个的话，你还是找一台不会累个的来玩吧。然后第二只精怪是。摩托车女孩，她配到的是毒气效果，还毒弹效果，还有捆绑效果、哦。我们照样请她去吃便当啦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武士喷射小姐，她配带的效果是反甲炎的捆绑，还有瞬移哦，大家特别小心。先有个好友，不然就会死掉了。多那个的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个有那个的玩法，边卡边玩，看到没有？现在随处可见的陷阱，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哦，不像以前的关卡那么的和蔼可亲了、啊，现在关卡根本就跟地狱一样，所以才叫崩坏学院，因为越来越崩坏。好，再这次要特别小心的，他是我们的哦。爆炸娘，它附带效果是反甲 and 攻击加倍，还有那个什么忘记了，都砍太快了，而且又很那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他刚是跟着那个护士小姐一直出来的，所以要特别小心一点，因为护士小姐一定会帮他加速的啊，不会碰我，知道的。好，那应该就打完了吧？我来了哦，现在都燃烧火焰了，好不好？燃烧一级棒火焰。哦，是怎样？来重开一下好了。秀斗魔导士，别闹了吧！真的是秀斗魔导士哎，没关系。女武神长毛跟你玩，秀斗魔导士莉莉。哦，还有分身效果，毒弹效果，然后还有制造火焰效果，这是一定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哎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轻轻松给他解决。然后记得就是这关开始就是有非常多的陷阱哦，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非常小心哦。12章开始就有非常多的陷阱哦。那我们明天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Good day over me。